稍微一加上来来来，哎，冠霖，钟豪，来来来，一起拍个照。咱时间无济啦吼，啊，咱即马带因做伙来，咱做伙互因感谢一下吼，互因谢谢咱一下好顺利安尼。好，咱先邀请江明忠、江思远。谢谢。好，李长、区长啊，还有现场各位叔叔阿姨，大家好，我是北区中西区台南市议员参选人张明忠。今天是重阳节的一个庆祝活动，也先祝福大家重阳节快乐。然后，今天我们在场的几位的市议员参选人，也都有提出一个很好的一个愿景，很好的一个想法。那我们希望接下来的11月26号的选举之前，有机会的话可以跟大家多多介绍。那我这次的参选，我主要的一个诉求，就是一个步行城市科技监督。那大家，我们在横树岭这边非常的幸运，那得到一个政府的一个补助，所以我们的步行环境做得非常好。那也是一个里长的争取的一个结果。那但是我们走出了横树岭之后，还有很多的地方，它在步行的环境非常的有问题。那我们希望未来有机会在步行的环境，可以让大家，比如说小孩子的部分，有机会可以从家里走到学校，然后在长辈的部分，有机会这样走路就可以走到更多的地方。那希望大家多多指教，谢谢。好，那接下来来邀请蔡宗豪哦，先生圣安虎身虎掌的大帅哥了哈，来打欢迎一下，谢谢。来，靠旁边，谢谢。谢谢，还有尖叫声，谢谢，感谢。咱精心打扮哦，各位同事朋友，哦，今天都陪咱各位同事，大家好，大家好，重阳节快乐，重阳欢喜啦吼。那咱很牛，就是大朋友、小朋友，中好在这边都一律祝福大家天天都快乐。好，咱今天满满的抽奖品，代表咱用心的准备。好，咱今天非常用心，不关系咱的马路。好，咱的居高啊，其中是非常用心，从小处着手，对，咱看到伊的用心。好，很牛嘛！我咱北区大家长拍摄，我头头看到你都想起了，想起啊，我注意的。关键资深美少女，资深美少女，谢谢，主席，谢谢大家。哎，这横出格格嘛哦，谢谢。啊，各位咱的神代啊，您好，哦，叫我咱大家拢身体健康。咱即届哦，咱的参选，咱十一月里啦，中好对比是音乐老师哦，但喜欢出关。有我咱 VQ 比较厉害啊，所以有卖吼卖咧献丑啦吼。但是而且麻烦咱各位同事来拜托一下，即个咱咧吼咱嘉荣家己完，要来传承咱的市长，我会坚持来传承他的青年家己的正义，为咱各位同事朋友来服务。那即个咱上重要是重阳节要到，我嘛要跟咱很牛的各位小朋友讲一句话，就是百善孝为先，为细汉到大汉，咱的教育就讲教讲爱友好，爱照顾咱厝内底的老大人。赶快的，你啊，比咱的公众是不软，应该照顾咱台湾的老大人。虽然这个上重要，也是上基本的政策，就是咱老人健保要专家的补助，大都台北、新北、桃园、台中、高雄，啊，还有大都以外的嘉义，拢是专家的补助。咱台湾是值得更好。那我这边也恳请大家支持，你的安迪刘伟，吼，咱很牛的各位同事，咱不是同事啦，各位陈双林，都让顺利来动算，最后大家身体健康，大家平安，谢谢。谢谢啊！那介绍啊，那要请咱时代力量的李冠霖哈，然后今天我是少年的啦，那就爱讲四年在国会，上少年的哈，上少年的，来个掌声鼓励姐。好，谢谢李总、市长、区长，还有我们各位的参选人，大家好，我是今年时代力量派出来代表北区中山区参选的候选人李冠霖，鼓掌，谢谢。谢谢。今年我出来参选，是因为希望讲吼，咱台南市第一是交通安全，第二是咱的治安，啊，第三是咱的育儿环境，咱做较好。其实咱有做侪台南市的市民朋友吼，有甲我讲一件代志，就是讲咱的公共幼儿园吼，下晡五点才去接小朋友啊，上班。所以我即届有一个一个重要证件，讲希望咱的公共幼儿园会当六点延长到六点再来接囡仔，安尼较袂较晚。啊，佫包括咱的公共托儿所，就是照顾咱两岁以下的小朋友，公共托育家园会当较侪。因为咱起码伫北区干阿一间尔，无够。咱做者家长讲，希望讲咱公共的托儿所会当较侪。所以希望讲为了减轻大家育儿的负担，咱的公托公幼爱来进行资助。第二是讲咱。台南市是
咱十岛内底每十万交通死伤率上悬的都市，意思是讲台南市出车祸的几率足悬的啦。啊，希望讲我能针对交通安全来努力，和大家不管是骑车、开车、走路，都会让更加安全。啊，真正拜托大家，好心人接机会，我会让礼拜四会替大家服务。啊，在这边也祝福我们里长可以顺利连任，谢谢。谢谢，好，谢谢大家。现在咱第一大家顶的吼，即几个议员候选人啊吼，咱真正吼希望讲吼，年底十一月二日，即天大家拢要咱投票当选吼，感谢大家，谢谢。好，咱现场吼，咱现场吼，来一个咱现场的四议员啦吼，邱丽丽，邱丽四议员。